是 T1 小的天使 and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低血糖的处理方式。低血糖的时候，要立刻吃15克的葡萄糖，例如果汁，还有糖片。请不要吃巧克力跟饼干，因为升糖速度比较慢，15分钟后再测一次血糖，如果还是太低，就再补充一次葡萄糖，15分钟后再测一次血糖，如果还是太低，请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，希望大家控糖顺利，健康快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